看一下我野区，看一下我野区。你飞机，你在左边这边做个眼，在左边河道做个眼。你卖个大的，你是个男的，你个卖，卖你个锤。饥饿，谢谢蒋老师送的人气票。我给你刷高级灯牌，你又给我刷人气票是吧？等我给你拉黑了，信不信？下把玩，下把玩皎月，我玩一把造神，玩一把皎月，因为我两个分都要打。开起来有更快的吗？你要那么快干嘛？贝德迪克要回家补装备了，那也失败，那就五分点了，完了，这把要养这个 AD 的，这个 AD 有点小抽象啊，怎么办？我这边没什么物理伤害啊，但他又那么抽象。吃个果子，吃个果子，我感觉可以再抓一波。你们先回吧，我来蹲一波。快点出来啊！快点出来啊！等一下队友吧，可以硬抓一波吧，因为爱情不是，因为这两个没有虚弱的话还是比较好抓的。因为爱情，我大招20秒，谁能以我匹敌？砍个大呢？你要砍我道存，你先把狮子给我砍了，好吧？回家补一下鞋子。我听见了呀，随时可以起飞。我出门要飞着出，我要飞起来。对面想跟我们接，对面这个动向就是想跟我们接的。
我大招二十秒，我刚才都说了，我大招又好了。怎么说？咱们就是说，佛夫第一费的提克值不值得你们来学习一手？跟我一起说战神起跳，我的推塔没了。哎呦，你干嘛呀？150块钱的牛逼，他怎么还会没有啊？这么恶心的吗？跟我啊，恐惧，再恐惧。新赛季大四区，8-0开局。觉得主播打得不错的话，可以点点关注，点赞吗？有能力的兄弟们，把今天的灯牌给主播卡一下，好吧？德洛跟我双排了，那肯定也是有实力的，好吧？感谢爱健身的小六送的灯牌，感谢清水送的灯牌人气票，谢谢！感谢东方神秘力量送的王卡，感谢林送的灯牌，感谢烤冷面送的灯牌，感谢秋刀鱼送的灯牌，感谢我想静静送的灯牌，谢谢各位老板。谢谢 MIKU 送的灯牌，我不会念你名字啊，什么叫我不屑啊？有眼，算了，别跳了，被动消失了，这不把龙打了就好。
这个委员被洛硬追啊，我本来都不想追了。然后的话，我们是没有抽帽子的，如果有细心的小伙伴们会发现，我们是没有抽帽子的，不需要帽子。不用去管那两个，不用去管那两个，来中路开人就好了。打不了，打不了，打不了，先打人，先打人，先打人，打不了。都在上面，都在上面，都在上面，哥。OK OK。都在上面啊。飞机也可以过来吧，飞机也过来吧，小心一点啊。我刚才没看对面的位置。我只能说，这样的主播，你们不点手关注吗？这样的废的提克，不值得你们点手关注吗？直播把直播间保证人把灯牌给主播卡一下，好吧？这边给大家发一个福袋，左上角给大家发个福袋，大家可以去参与一下。我还没做金身呢，我不需要帽子。我上个赛季末我就跟大家说了，这个英雄不需要帽子，看到没有，我的装备都没有戴帽子的，我的伤害非常夸张。左上角福袋大家可以去参与一下，然后这边的话拿打一个三龙魂的一个团战。费德提克再绑沃夫第一。